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的猫，我的猫。二，很大，很大。三，四个人，四个人。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五，买衣服，买衣服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我爸爸会做中国菜，我爸爸会做中国菜。七，你的小飞机能飞吗？你的小飞机能飞吗？八，12点了，我去睡觉了。12点了，我去睡觉了。九。
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十，这是你爱吃的苹果。这是你爱吃的苹果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这个字谁会读？老师，我会。十一，这个字谁会读？老师，我会。十二，天气冷，来，喝杯热茶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十二，天气冷，来，喝杯热茶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十三，你去商店了？是，我买了很多东西。十三，你去商店了？是，我买了很多东西。十四，你儿子今年几岁了？七岁了。十四，你儿子今年几岁了？七岁了。十五，你在上面看见北京了吗？看见了，在这儿。十五，你在上面看见北京了吗？看见了，在这儿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
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明天去中国，下个月六号回来。他哪天去中国？我明天去中国，下个月六号回来。他哪天去中国？十七，这些东西都是李先生的。那些东西是谁的？这些东西都是李先生的。那些东西是谁的？十八，小高，你们学校太漂亮了。小高的学校怎么样？小高，你们学校太漂亮了。小高的学校怎么样？十九，我住在这个书店的后面。他住在哪儿？我住在这个书店的后面。他住在哪儿？二十，女儿打电话说，她中午回家吃饭。女儿说什么？女儿打电话说，她中午回家吃饭。女儿说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